天地出力，女娲捏土成人，亦赋予世间万物修成人形的灵力。修炼成功者称之为妖。人妖共存，本和谐相处，不料世间的浊气居然幻化出一头妖兽穷奇。穷奇凶狠残暴，称善扬恶，以人为食，以杀为乐，更是聚集一批妖孽为祸人间，妄图将世间变为修罗地狱。穷奇妖法无边，修炼御妖法门的天师阁成为人间正道最后的希望。若灵，师兄，师兄，你干什么？文章与无杀技，以经文章精分不懈，常诵文章。少有太极之兄。天师阁门人在此役中损失殆尽，聚集的妖兽纷纷散去，世间暂时得到和平。走，咱们
你要这个吧，王婶弄不好了吧？哎呀，你的早就好了，明天早点来啊。新鲜，新鲜，我给收拾好了。来，这条大的给你。来，好嘞。这是又大又肥啊。好，老李又给你上次买鱼了。哎，对。给点钱吧，快去走了。谢谢，回家做鱼去。不错不错，王姐，我的肉好了没？好了。好刀法，即使庖丁在世，也不及你的万分之一，可谓是十步杀一猪，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，烧饼卷大肠，啊！我还当你做了新诗呢，就没点新玩意儿啊？啊不，这个旧酒装新瓶，小别胜新婚，只有旧时才能表达我对你的情意。油嘴滑舌。你拿着。花花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的。花姐，给我来十个腰子。啊，好老张啊，哎呀啊，这个租金呢，这个是我朝历代定下来的规矩。当今皇上呢，宅心仁厚，他，你忙你忙你忙，哎呦，豆腐西施，哎呀，好久不见好久不见。这个租金呢，是我朝历代定下来的规矩。当今圣上的爱民人，告辞。又大又大，哎，胡大爷，胡大爷，租金呢，是我朝历朝历代定下来的规矩。当今圣上宅心仁厚，爱民如子，所以他每个月都会。糖葫芦，羊糖葫芦，把他接下来。是是。看见没？还是花姐对我好。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，花姐，你的不仅人好，刀法更好。庖丁在世，不及你万分之一啊！所谓十步杀一猪，千里不留行啊！看看人家，背的比你熟。抢我词儿你？你看你小气的那样，过两天你们俩就洞房了，我随便说两句还能把你娘子拐走了？你看，你看。花姐还是对我好吧，肉都给我准备好了。别打主意，留给天放和我灵的。各位街坊四邻，今日余药房店庆酬宾，上好丹药，价格亲民，欢迎诸位大驾光临。这里是余药房的内丹，功效从来不一般，欢迎光临看一看。美容养颜，皮肤顺滑，只要一粒，每天吃饭喝茶闲聊不费一点点时间，大人小孩男的女的大家都能食用，肌肉马甲线那都不是肉。我说天师阁哈，你说帅。天师阁，帅！天师阁，帅！天师阁。
限买200粒，错过要等下初一，天使哥内丹得手艺，一直不用多说明，吃了就会像若琳一样的美丽，一样的美丽，一样的美丽，一样的美丽。来来来，大家不要抢，每人都有。哎，每人都有啊！来来来，快点，今日把内丹全部给老子留下，一粒都不能少。哎呦，谭爷，您来的是真不巧啊！这内丹都已经卖完了，要不您下次再来吧？没货就用人抵押。怎么，这不是若琳姑娘吗？不如啊，就这样。只要若琳姑娘去我府上伺候爷几天，这个事儿我就不提了。失血了，哎呦，谭爷，您稍安勿躁嘛。我听说，你又拿了一新房。哎呀，您这岁数，当心满园春色关不住，头顶白发绿油油啊！哎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是我新炼的丹药，您只要一吃了。保证您雄风万丈，一株梨花压海棠。就这个？就这个。真这么回事？真的。这样吧，今天就让若琳姑娘试试这个药。走开走开走开。三二，若琳姑娘，一。老爷，你给我吃什么东西啊？当然是我炼的药了。只要我打这么一下响指，你的肚皮就要大一圈。当着我的面欺负我师妹，你我天放是吃素的。回家，回家。当我小蘑菇是吃素的？哼！小蘑菇真厉害，都能帮姐姐了。小蘑菇，不错嘛，很有天放哥哥的风采啊。待会儿姐姐给你买糖葫芦。好，好，我好久都没吃了，真乖。不好意思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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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走啊，师傅，师傅。天放，谨记为师的交代，照顾好若琳。师兄，吃饭了。哦。又想师傅了？没有，谁想他？你说，师傅都走了那么久了，什么时候回来啊？爱回不回，真稀罕。切，嘴硬。哎，看看，我们现在有钱了，过的生活不也照样挺好的吗？我留在这儿还不是为了陪你。另外啊，以后不准对外面人那样笑，笑得那么好看，师兄我都没见过。是吗？师兄也觉得好看，对不对？我饿了，我要吃饭。田伯，若琳，天放，哎，小蘑菇
小蘑菇有没有在你这儿啊？他没有过来啊。没有。哎呀，我四处都寻遍了，这么晚了，这孩子能到哪儿去啊？不行，我还得去找找。小蘑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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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兄。怎么了？有妖气。那小女孩是我接发，在未来我们有可能成为共同的好朋友。你把她放了，我一定重金酬谢。我们御妖房的内丹随你挑选。我一个妖怪，我吃什么玩内丹呢？你过去，这儿，过去。狼大不小，这么顽皮，啊！告诉我，那都是误会，误会知道吗？以后来石泉镇的，有什么事情？记得找我。哟，晚上约人吃饭啊？那不行了，我先走了。你这小子，你啊，你没事吧？我真的来不及了，我要走了。哎呀，你养我！哎呦，你流血了。不是告诉过你不要这么顽皮吗？我这是本能反应。哎，有人在叫我。哎，我在这儿呢啊！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呐！小蘑菇乖，在这等姐姐，姐姐马上回来啊！姐姐，我害怕。是。今日天色不早了，大家也都劳累了。回宫吧。是。走。夫人。官爷，民女有要事相求，可否将这孩子送回石泉镇？小丁，小东。姑娘放心，保境安民是我九城巡防的职责，送一个孩子自然是不在话下。嗯，是。等姐姐来接你啊。嗯，多谢。哎，姑娘，你末世遇到什么难了？可要我领兵相助？不必了，嫂夫俗子去了也是送死。你们俩听听，他竟然说我是凡夫俗子，当真是与众不同啊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那么躁动啊？不是闹着玩呢吗？你也没事儿对不对？哎，别动啊！完了，跟你很熟吗？哎呀，你俩，谁要和你做朋友啊？
救命啊！谁约你吃饭呢？叫他出来！为我好事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你这只肥鼠，我和你拼了！哎呀，你个失禁无赖，狗之不弱，狗之不食的东西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今天我一定要替天行道！哎呦！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有事，还有胆回来！哎呀！我跟你们拼了！师兄，姑娘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来，别淋着，没有受伤吧？我没事。哎，师妹，这公子哥是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是九城巡防。哎，小蘑菇，小蘑菇，姑娘，在下信不主命，来。哎，我来，来，小蘑菇，哎，到天放哥哥这里来。哎，只是不知姑娘该如何称呼。多谢官爷出手相助，在下若琳，这位是我师兄天放。哦，原来是若琳姑娘，在下司马怀冲。哎，这位官爷，这人已经送到了，您请回吧。师妹，走，跟我回药房。哎，走走走。若琳姑娘，天色不早了，又下着雨，要不我带兵送你一程啊？怎么着，下来啊。殿下。殿下，啊，该启程了。好，启程。师兄，你忍忍啊！疼啊！师兄，你今天真厉害，一个人斗那个老妖，还让我把小蘑菇给救下来了，真的太帅了！是很帅啊！不，师妹啊，来，走走走，走呀！啊，我跟你讲啊。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再去做了，师兄很担心你的安危啊。有师兄在，我才不怕呢。嗯，多亏了怀春公子，若不是他，我都赶不回去救你。哎，怀春，司马怀春，哎，不就是当今的太子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跟我离那个小子远一点。嗯，什么？那小子看你的眼神不对。哪儿不对啊？哪儿都不对。我觉得
简直是千钧一发之际，那胖子竟敢用爪子从背后偷袭我，当时我就给他一记天放无影脚，踹得他是跪地求饶，痛哭流涕啊！哦，天放少侠，好功夫啊！这回啊，多亏了天放少侠和若琳姑娘，要不是您二位出手相助，我的小蘑菇恐怕已经没命了。田伯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就是啊，举手之劳嘛。多谢二位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慢用，我再给你们加几个菜啊。老林，吃鱼。谢谢师兄。哟，老天道，记得交租金啊。哎，好嘞。啊，臭小子，没事吧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叫你不要管，不要管，不要管。小师叔，这一次不怪我师兄。哪一次都不怪你师兄。这一次不一样，如果我们不出手，小蘑菇可能就没命了。你们这一次是命大呀，那个妖怪一看就道行不浅。说过多少次叫你们不要管，不要管，啊？特别是那种大的妖怪，又危险，不划算，还没钱。嗯，关键是没钱。二捕头这句话说的对，干脆啊，和我一块去卖烧饼。卖什么烧饼？卖烧饼？哎，干脆。跟我一块卖猪肉吧。嗯，花姐最近扩大店面，正缺人手啊。你见过几个卖猪肉的发了财的呀？我也没见过哪个当捕头发财的。你这是在贬低我呀？我，天放，你过来看着我。我跟你说，最近衙门里头正在招人，跟师叔干，你考虑考虑。跟人收租啊？啊，我这脾气没有您好。挨揍！你俩这是一起在贬低我呀？这，那好，我这可是皇家正式单位，旱涝保收的。这山外有山，妖外有妖，出去打架是很危险的。想当年，我跟你们师父出去打架，我哪一次不是放在第一个？哇，小叔叔，你这么厉害啊！啊，你不信你问他们俩。嗯，对。二捕头是跑的。二捕头，二捕头，干嘛呀，宝桑啊？真的是宝桑，赶紧走。走。嗯。
天风首领，没事了，赶紧回御房去。哎呀，走啊！走走走走走走！小师叔，这些人三魂七魄都被吸干了，不是一般的妖所为啊！是不是妖我不知道吗？赶紧走走走走走走！可是太子驾到。参见太子殿下，免礼吧。若琳姑娘，这些当真都是妖怪所为？启禀殿下，都是普通的谋财害命案罢了。回殿下，人有精魄，妖有内丹，这些尸首颅骨塌陷，一定不是正常死亡。殿下，师妹说的虽有道理，不过不排除是山贼所为，故意伪造成妖怪尸魂，混淆视听。师兄，大夏时节，尸体不出三日便会腐烂，可是你看这些尸首，哪有一丝气味？怎么可能是山贼所为呢？殿下，以属下之见，这不像是妖怪所为。是，若琳她小孩信口开河罢了。什么信口开河？我们可是天师阁传人，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？启禀殿下，如果以摄魂夺魄来定论的话，恐怕会引起民众恐慌，要不还是以谋财害命昭告示众吧。三日之内查清真相。小师叔，哎呀，师兄，你们，什么？啊！你折腾什么呢？师兄，你今天为什么不说？你今天为什么不说实话？如果师父还在，他一定会追查到底，这是我们天师阁的责任。什么天师阁的责任呢？现在保命最要紧。师父呢？天师阁又在哪儿呢？师妹啊，你要听师兄话，这件事你不许再管。哎，快帮师兄贴符！哎，快！如果我们身边的人都死了，你还是不管吗？师妹，说。师兄，我又做那个噩梦了，两只鼠妖，他们冲过来咬我。不怕啊，师兄在。
师母，不就是一场梦吗？醒了就没事了。师兄，为什么以前的事情我都想不起来了？你小时候你生了一场大病，把你脑子给烧坏了。可是，就算烧坏了，也不能总是梦到老鼠啊。就是因为你烧糊涂了，所以才总梦到老鼠嘛。可是这一次的老鼠好眼熟啊。啊，就是因为总梦到，所以不就眼熟了吗？来来来，喝口水。小蘑菇，天波，小蘑菇，天波，你醒醒，天波，小蘑菇，你醒醒，小蘑菇。师兄，我们该走了。小蘑菇，天波。怀冲拜见国师。太子所谓何事？最近民间出了些离奇案件，作案手法残忍，死者死法诡异，不像是凡人所为。怀冲认为极有可能是妖，还望国师明示。殿下所说之事本座早已知晓，还请太子殿下放心，此事本座定查个水落石出。太子殿下请回吧。那就有劳国师了。哟，哀莫大于心死。
哟，夫子，您这是遇到了哪路神仙呀？主公交代你的事儿都办好了吗？这事有点棘手，待我伤势好转，我定取了那小孩的精魄。不用麻烦了，这个火年火月火时火命的精魄我已经替你取了。尔等鼠辈不守规矩啊，这精魄明明是我先发现的。夫子，你身上那股子气味难闻死了，怪不得每次都被人发现了。你看，只要我们这人血唇指一涂，身上散发的就是人味。唇指，你们私自杀人取血，当心漏了主公的计划。哼，用不着你操心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杀了那两个捉妖师，为你出气的。哟，二位也折在那两个小子手里？哼，一招不慎。我就琢磨着，虽然我没有用你们的唇纸，但是以老夫的功力收敛了妖气，他们是怎么发现我的呢？我也觉得奇怪，那个女捉妖师是怎么发现我们的位置的？那两只妖怪，你没看错吧？这个是长尾金属，通常雌雄相伴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哎，不是说过了吗？摄魂夺魄的妖怪不要去招惹。小师叔，我仔细看了，这一次的妖和之前屠墨盘村那一只是一伙的。是不是一伙的都不要管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不要管，不要管。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之前墨盘村被屠了，你不管。现在田伯和小蘑菇也死了，你还不管吗？你这是在贬低我。我是为了你们两个安全着想。你这个丫头就是不懂事。田芳，你不能像她那么不懂事，回头跟我到了衙门去以后朝九晚五上。够了，小蘑菇的死我是有责任的，这事我管定。太子驾到。太子来了。殿下有旨，宣天放少侠和若琳姑娘进宫共商捉妖大计。啊，我们捉妖啊！太好了，接旨吧。请殿下开恩，天放若琳道行太浅，捉不得妖的。二位，查清真相，降妖除魔，就全仰仗你们天师阁了。天放，接旨。若琳姑娘，这路途遥远，走路甚是疲劳，不如骑上本王的坐骑如何？来。哇！殿下，那个我师妹啊，生性胆小，不敢骑马。我
若琳姑娘不必害怕，本王会一直贴身保护于你。多谢殿下。来，哎，殿下，这个纸是我接的，理应由我去除妖啊。哎，师妹，给我过来。啊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和妖怪打打杀杀多不好。乖，听师兄话，回御妖房，帮师兄看店。师兄，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去呢？我要跟你一起去。哦，你要跟我一起去啊？嗯，更何况太子殿下也在啊，所以师兄你就放心吧。走啊，走，走走走走，师妹你在这边，以后出门啊要有师哥陪着你，这样才安全。死法相同，眉宇间萦绕黑气，颅骨塌陷，都是被吸走了精魄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从磨盘村回来之后，便发现了这些尸首。为什么只有宫女没有太监？哼，太监自己都不全乎，吸了精魄也是无用。哟，说的很有道理嘛。你好像很了解妖精的想法啊。若琳姑娘，宫里的人也都是这么传的。那姑娘你可要小心了。好了，既然已经查验完了尸体，二位还是早点休息吧。小丁、小东，你们去准备一下。是。若琳姑娘，明日本王再专门为你设宴，给你接风洗尘。多谢殿下。啊，不客气。师妹，明天吃饱了以后，给师兄带俩大馒头。啊？师兄可没人请吃饭。天放少侠，说笑了。先到本王寝宫休息片刻，来，请。哼。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在宫中收敛一点，让人发现了怎么办？发现了又能怎么样？一个人看到，我就杀一个；两个人看到，我就杀一生。不可鲁莽啊！往后不能再出一点差错了。嗯。这个若琳的气息非比寻常，难道她真的是？师兄，我觉得那个小丁、小东有些古怪。哼，等会儿试试他们，我就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。嗯。嗯。哇，这皇家气派果然名不虚传呢。哎，师妹，你要喜欢就在这多住一段时间吧，真挺奇怪。两位少侠，呀，小丁，你这身衣服真好看，你这是在哪里买的？哎，你这大男人摸什么姑娘家的衣服啊？啊，小丁上官，你这衣服布料真好。两位少侠，请洗手吧。好，谢谢。师妹啊，我帮你洗。哎呀！放肆！殿下，这成何体统？哎，殿下，不怪二位上官，是我一时大意，狡猾了。还不快退下！是。小丁上官，你的唇脂掉了。谢谢若琳姑娘。
若琳姑娘，你一路也劳累了，我已为二位准备好了客房。刘公公，送天放少侠回他的房间。是。若琳姑娘，你的厢房在这边，请。哎，殿下，我看就不必了。师妹从小就和我一起睡，她喜欢拿着我的胳膊当枕头。你们睡在一起的？当然了。殿下，告辞。师妹，走。走走走走。我。走走走。走走。师兄。走。师姐。师兄。我们什么时候一起睡了？啊，开句玩笑话，何必当真？哎，你有没有看出来小丁小东有问题？哦，是两只鼠妖。可是，为什么我闻不到他们的妖气呢？嗨，小傻瓜，你没看出来啊？他们俩的口齿是用人血做的。啊？哦，那我们以后可得多加小心了。那当然。好，师兄，你干什么？师兄，哎呀，那两个人已经开始怀疑我们，再不动手就晚了。不可鲁莽。留着他们就是个祸害。主公即将功德圆满，我们一切一定要小心为上。哼，一刀一个，吸干他们的血还有什么后患？不要冲动啊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御妖丹。不错，无论他多大的修为，只要吃了御妖丹，他必然会现出原形。那太子吃过之后也会现原形吗？愚蠢，太子殿下是人，他吃了也没用啊。到时候我们既可以打败那两个死对头，又可以把摄魂夺魄之事嫁祸给他们，这一举两得岂不是更好？借刀杀神。太子殿下就是我们的刀。对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？殿下，殿下，如果您不做点什么的话，才是真正的结束了。可是若琳姑娘，你已经和他师兄……殿下，据属下所知，天师阁早有门规，同门之间不可成婚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是的，殿下。今夜你可以亲自向若琳姑娘敬酒，让她看到您的诚意。对，诚意。师兄，那两只鼠妖道行不浅，我们怎么办啊？师妹，难道你忘了我们有御妖丹吗？啊！哇，又有什么酒啊？哇，好香啊！师妹啊，女孩子矜持点。天师阁传人，庄重一些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曾经有一对男女，
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，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日久生情。不久之后，他们就私定终身，结为夫妇。这本来是一段令人感到幸福的故事，对吗？嗯。但错就错在，他们是同门师兄妹。同门师兄妹呀，这可是乱了纲常法纪，有辱了门规的。于是他们便决定远离江湖，却不料遭到江湖同门的追杀，被逼至悬崖。哎，这时他们怎么办？他们还能怎么办？只能是双双殉情，跳崖自杀呀。惨，真的是惨呢。哎，师妹啊，这鱼好吃，多吃一点。嗯。啊。二位，捉妖的事情辛苦你们了，本王这杯先干为敬。请。哎，师妹，殿下，我师妹不胜酒力，这杯我替她喝。师兄，那我们是不是也该敬殿下一杯啊？好，哎。小东，小丁，昨日的事情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向二位赔个罪，敬二位上官。我先干为敬。嗯，哎，天放少侠，区区小事何足挂齿？这杯本王替他们喝了。殿下，别忘了向若琳姑娘表达你的心意。二位，本王看今晚月色柔美，不如本王即兴赋诗一首赠与若琳姑娘如何？若比红针是佳人，临君惊魄如能问，怀家七夕数明月，冲下瑶琼得知音。若琳怀冲，太子的藏头诗，妙啊！哎，好，殿下，好诗，太子爷的文采果然不错。哎，但我粗人一个，我只知道，对一个人好，要时时刻刻在他身边保护他。保护？天放少侠，你孤身一人。怎么保护？本王不才，也就拥兵百万而已。拥兵百万，我师妹不稀罕。本王还有锦绣荣华三千御厨，师妹只喜欢穿我送的衣服和吃我做的菜。本王有一颗真心，你永远都无法比拟的真心。本王还有酒，来啊！我怕你啊！来呀、啊！谁怕谁啊？快，你喝呀！来呀、啊！殿下，啊、殿下，你喝多了。感谢殿下对我和师兄的抬爱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大家共饮一杯如何？啊，好啊。哎，来，满上。
若琳姑娘，这杯酒本王替你喝了，希望你能明白本王的一片心意。快关上城门，拦住他们。小叔叔，你来了。我不来你们能打得过吗？保护殿下。子曰，动物还能说人话？你什么？你居然敢羞辱本府！啊！本府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你再说一遍。也不畜生！你再说一遍！哎哎哎哎！有文化的畜生！啊！子曰，有文化要认字啊，要不服都看不着。让开。师妹，师妹，
怎么样？伤重不重？快，来，扶你起来。哎，小心。都结束了，师妹。若琳姑娘，丫头，天放，没事吧？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叫你们不要管。若琳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你看你都流血了，要不你现在跟我回宫，我传御医给你看一下。殿下，不用了，这没有我。走，师叔，走。好。殿下，告辞。哎，丫头，你饿了吧？若琳姑娘，那你先好好休息，我改日再来看你。多少次叫你们不要管，不要管，不要管。重出江湖，小弟小东殉难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玉玄机，想不到他还留了一手。主公，天师阁的秘法是我们妖界之大患，您帮我恢复真身，我一定将功补过。啊！夫子，主公现在功法尚未恢复，还不能帮您恢复真身。那我怎么办？要不属下帮您。国师，你能救我？你能救我？国师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夫子放心，夫子放心。你要干什么？快住手！快住手！主公，您功法尚未恢复，不可离开此地。待血月一至，您功行圆满，就算是白翼玄机，也奈何不了您了。到时候，妖族的子孙将遍布这大地的每一个角落。来，师妹啊，喝药了。来，来啊！师兄，这药实在是太苦了，
能不能不喝了？而且我都好的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那也就是还差一点点啊！来，听师兄的话，喝一口。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啊！喝药。哼！哎呀，快快快快快，来啊！哎，好苦。师妹啊，不是师兄说你啊，以后不能拿身体当盾牌，多危险呢、啊。那难道我要眼睁睁看着你被打死吗？我，你师兄，怎么可能被打死？师兄，外面好多人，我要去看看。坐下。把药喝完，回来我检查。人这么多，是不是有生意上门？我得看看去。哎，天放啊，太子亲自给你送贺礼来了。天放，哎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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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子都来了。天放，参见太子殿下，免礼吧。御药坊平定妖邪有功，奉太子君旨，特赏赐纹银百两，千年珍珠粉一盒，蜀锦白皮，金丝楠木梳妆台一套，鸾凤金鱼鞋一对，都给若琳姑娘啊。啊，殿下，我的呢？啊，天放少侠，稍安勿躁，抬上来。哎呦！啊！天放，天放，天放！快抬上他，看看什么呀？什么？什么？哇！少爷英豪，拜见太子。快快免礼，若琳，你的伤刚好，不宜走动，来，先坐下吧。哦。最近的身体可好些了？要不要我再派宫里的御？不用了，回殿下，我身体好多了，只是，有点嘴馋。你呀，哎呀，嘴馋的小馋猫，来，若琳啊，这个。可是我亲手熬制的鳕鱼羹。殿下怎么知道我喜欢吃鱼啊？来，我喂你。好吃吗？哇，好好吃！我看你气色最近不太好，所以呢，我特地准备了我们皇宫御制的胭脂，试试。你看看你，簪子都旧了。宝蓝点翠珠钗。若琳啊，这个可是我们皇宫祖传的祖母戒，来，真是绝配啊！若琳啊，最近天气转凉，我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件凤凰琉璃衣，快试试看。本人呢，我很低调。以后啊，大家有事欢迎来我们御药房。这才真的是美若天仙啊！恭喜太子觅得佳人，恭喜太子妃。殿下，这。师兄，是什么凶啊？啊，快快，哎，坐下，哎，这穿的这花里胡哨，什么东西啊？拿走，拿走，天放少侠，哎，您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天放少侠，太子，我们这小作坊容不下您，快送太子下回城，快快，走走走。师兄，你要不要也尝尝啊？若琳姑娘，明日我再将这些礼品送回给你啊。我，什么东西，一点都不好喝。
哇，捉妖能手，天师阁荣光，全镇希望。师兄，这有点过了吧？哎，一点不过。少年英豪，师妹，行吗？哎，你快看看他，瞅把他给美。有意见？不是我说啊，师妹，以师兄如今的实力，绝对配得上这些美玉啊。对，对，啊，哎，师妹，你看这器这么好，一定要摆在一个显眼的地。若灵，花姐，行吗？哎呀，小渔村出事了。我刚看到你们师叔已经带人过去了啊，走去看看。又是吸睛夺魄，有什么大不了？又不是没见过，要你做事。啊，这小丁、小邓都已经死了，难道还有其他的妖在杀人夺魄？殿下请放心，不管是何方妖孽，胆敢在皇城脚下行凶，只要有我天放在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地图拿过来。小渔村、木盘村、石泉镇，如果每个点都能对应一个方位，界河、司陵。五步都找不到。在在，快马速去界河、司陵二村，有任何情况赶紧回来禀报。是。两个村子一个活口都没留下。啊！小师叔，看样子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还记得你们之前消灭的那两只鼠妖吗？小丁、小东，他们是长尾锦鼠，常常雌雄相伴，有他们在的地方就一定有穷奇。十二年前肆虐人间的那只凶兽。对，你们来看这几个被屠灭的村子，连起来看形成了一个五芒星阵。就在这个星阵的正中央，皇宫。嗯，可琼奇为何会选择在皇宫筑巢？那还用问吗？龙脉所在，聚天地之灵气啊。我算过了，两日之内血月将至，这期间刚好是琼奇最虚弱的时候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赶紧去消灭。是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琼奇是不能离开五王星阵的？那司令、界河两尊谁屠的？难道他们还有同党？哎，不管什么同党不同党，现在是消灭穷奇的最佳时机。不然
此时琼奇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，我觉得他有更大的阴谋。那如此说来，父皇在宫中甚是危险。不行，本王要即刻回宫。哎，你们在这等我，我亲自去济河村一趟。那脱掉！花姐，花姐，重伤不行，重伤不行！花姐，你这么野蛮，我还以为不是吗？什么习惯？你这这能看见，这能看见！床上，床上！来来来，快点！你果然背着我藏私房钱啊！这大头都给你了，这小头就让我买点酒喝吧。你还想买酒啊？师兄，我们还是得等小师叔回来再做决定。琼奇妖术高强，此时不灭，但月满之日将无人能敌，我们不能错失良机。可是我们不知道对方的实力，这样去太冒险了。师妹，就是因为我的畏首畏尾，才导致小蘑菇的死。如果因为我害怕而不去面对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你等等。还等什么？琼奇还有两天就出关了。师兄，这样鲁莽行事会送命的。别管什么送命不送命，琼奇必须要出。小渔村一个活口都没留下，叫大家怎么安心过日子？天放，今天必须要除掉琼奇。琼奇，师兄，师兄，琼奇，师兄，等等我。撤，撤，玉。曹公公，父皇何在？回太子，虚实是国师给皇上讲经的时辰，此刻皇上在国师楼了。师兄，仗着妖气非比寻常，我们两个恐怕不是对手。师妹，要仗他人之气，别自己威风。可是，走。父皇，父皇，国师，你干什么？父皇，为什么要害我父皇？皇上乃是火时火命之人，主公现在就差这一颗精魄，便可功行圆满。我杀了你！你觉得你还有命出不去吗？师妹，就是这儿，动手吧。
冷魄。临兵斗者破，临兵斗者破。你谁啊？师妹，你没事吧？别过来！常师兄，小师弟，你还记得师兄的名字吗？你没有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都向我死啊？我为什么要死？为什么我就不能活下来？啊！你在这个皇宫里？哦，你就是穷奇的爪牙？村子就是你屠的是吗？12年前，在天师阁。我处处受你们压制，这12年来，我忍辱负重，潜心修行，为的是这天下的苍生啊！一旦主公大法炼成，这天下便都安宁了。师兄的良苦用心，你怎么就不懂呢？啊，天下苍生。你想放穷奇出关呢？穷奇一旦出关，整个世界将是人间炼狱，所有人都得死啊，何来的安宁？行了，看在你我师兄弟一场的情分上，我饶你一条性命，滚！12年了，你一点长进都没有。师叔，小师叔，你这个叛徒！师兄，快带他们走！走啊！
接烧饼家，走啊！啊！天父，快走啊！走啊！快走！太子谋逆，行刺皇上，卧藏者杀无赦。太子谋逆，行刺皇上，卧藏者杀无赦。太子谋逆，行刺皇上，卧藏者杀无赦。殿下，啊，小心，小心！皇上怎么样？父皇，父皇被国师吸了精魄。师妹，阮莲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跟我走。主公，九九八十一个精魂已尽数收集，三日之后血月一至，主公您便可出关。至于那几个天师阁的御妖师，主公请放心，属下一定尽快将他们除掉。禀国师，逆贼不在御妖坊。无妨，本座知道他们在哪儿。是。我们暂时就在这躲一会儿吧，这儿还算安全。太子殿下，委屈你了。是委屈你们了。若有来日，怀冲定当厚报。师兄，若琳，师妹。天父，快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化解烧饼掌！我不是英雄，是我
都怪我，师妹、花姐、邵冰城，是我害了你们。天风，这不全是你的错，所以你不用太自责了。真是没想到，当年和你们师父齐名的二师兄无常，居然沦为了穷奇的爪牙。我以为他早就死在穷奇的手里了。我真是糊涂啊，被无常骗了这么多年。天师阁，扶公自问，闭门思过，我就饶你不死。是他复活穷奇到底图什么呢？哎，师妹，天放，你干什么？放开！你干什么？师叔，我师妹受伤了，我要带她走。我打不过穷奇，我甚至连国师都打不过。留在这儿，我们大家都会死。穷奇已经出关了，你肚子儿都会死的。我不管，我不要我师妹死。我也不要任何人因我而死！你这个样子，你师父九泉之下都不会瞑目的。这里是天师阁历代掌门参悟玉玄机之所。
玉玄机。玉玄机是历代掌门功法大成所在，更融入了你师父的毕生心血。当年你师父说过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带你来这儿，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。师父，师父你别走，师父，师父你别走，我们又会变成孤儿，师父，师父。天风，谨记为师的交代，照顾好若琳。想学吗？想。天放，你可愿意保护弱小，保护世间的安宁吗？我愿意。不过以后这条路会很长，会遇到很多困难，艰难险阻，你会怕吗？我不怕。天放，师父，你打开了这白玉玄机，一定是遇到了大困之境。师父，徒儿害怕。还记得当初你救若琳的勇气吗？师父，我来帮你。天放，别去。啊！想想你自己，曾经的自己。我，一个人的信念，才是他最强大的武器。师父，徒儿到底该怎么做？你可以这样，历代祖宗功法都留在白玉玄机中。你只要得到九转猫妖的内丹，就可以大功告成。万事皆有缘法，如何了却你和若琳这段缘，还需要你自己来抉择。臭小子啊，
你学猴那么下流的东西啊！孩子呀，敢到这儿来偷东西吃，知道这什么地方吗？听到没有？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儿，穿的破垃圾，臭乞丐！哎呦，儿子，你呀，以后可千万不能像他那样，知道吗？娘，我要那只猫，养猫。养猫？啊，放着干什么？我儿子养猫，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慢点儿。天风，今天让你见识一下为师怎么斩妖除魔，现在我要将这个妖孽铲除，在这里等我，别动。师父小心。师父，我来帮你。千法，别去。从今以后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没人再敢欺负你。不过，这个世间人妖难辨，往后你要多多留心呐。Thank you.
师兄，你之前说留在御药房是为了陪我，是不是真的？一句话而已，哪来那么多真假？那如果以后有一天我不在了呢？哎，你哪儿都不能去啊！你要是走了，猫谁来喂？衣服谁来洗？饭谁来做啊？你就是为了让我给你干活嘛？你以为呢？你太坏了！你混蛋！你讨厌！你就知道欺负我！你就知道欺负我！你……哎呦！师兄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如玲，有些话还是放在心里比较好。师兄，你要干什么？天凤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放我们出去！穷奇妖术高强，人多无益，你们不要白白送死。天凤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，让我们帮你吧。师兄，我求求你，你放我出去吧。天凤，师兄，师兄。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你分开，师兄，天凤，快放我出去！天凤，天凤，怀中，照顾好师妹。
不要，日休，日休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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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日休，日休，你不要丢下我，日休，日休。日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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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放我出去！若琳，天放，你怎么舍得丢下我？若琳。居然变成这副模样，你修炼禁术豢养穷奇就是为了穷奇内丹？好了，师弟，别再婆婆妈妈的了。师兄啊，为了天下的安宁付出所有都在所不惜啊。现在师兄劝你一句，让那臭小子交出玉玄机，我饶你们不死。放屁，我身后就是天师阁，有本事你踩着我的尸体过去。顽固不化，畜生，看招！小子，事隔两日，还真是刮目相看呐！看来你真的不能再留你了。
若有来世，我愿降生为人。你早知道一切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说的有些话放在心里就好了。不，天放，你再也不能丢下我了。师兄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别我心不晓得，这样，哼，以后啊，不准你对外面人那么笑。若琳，别丢下我，若琳。不可以丢下我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了。若琳，若琳，臭小子，
还是跟我当捕快吧。嗯，做捕快挣那点钱还不够我买酒喝的。你这是在贬低我呀，天放。那我们何时再相见？我自酒剑相伴，逍遥于你江山之上。若是有缘，我们江湖再见。我当然喜欢你，叫什么名字？若琳，我叫若琳。